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铁仔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是提供给登山入门朋友的参考哦。如果你也想轻松无负担的方式爱上登山活动，那就欢迎你准备好野餐垫和小椅子，跟着小鞋子一起看下去吧。现在是放风，对，刚刚你现在化身为导游就对了。给大家介绍我今天的登山的 outfit， 除了刚才的遮阳帽之外呢，还有墨镜，还有口罩，还有呢，我觉得今天最棒的就是这个，好像是 One Boy 的凉感衣。哎，我感觉下雨了。那还有简单的 T 恤跟裤子。20 minutes later。我们现在到了我们要爬的地方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好像有很多步道可以爬，然后你停车的地方有一些餐厅跟民宿，然后这里只有一间厕所，所以如果说呢，应该说上山之后呢就没有厕所，要上厕所就要在这里先上。这个靠啊，我的椅子上面是可以放咖啡。你的椅子这么厉害，哎呦！你昨天迪卡侬买的？对，就是。你有看到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边以后 vlog 啊，如果有不小心拍到你的话，我会在你的头像上面写四个字：什么？一日男友。以后的那个标题就是和一日男友的。听说这椅子很厉害，等一下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下集才会看到的。我怎么感觉很快就到目的地了？那边有很多人坐在水边吸水、休息、玩耍。现在说要很小心，因为会有很多的。上来之后呢，又是一段平坦的路了，连小水沟都是清澈的。天哪，这超级好美哦！走完刚才这段平坦的路，接着是平坦的石子路。刚才我们的一日男友说，这里面的鱼，如果你把它捞走，会被罚30万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哦。你当时是答应我就没有楼梯，是违法的，你马上楼梯。他妈的，这不是楼梯，这是什么？三降梯啊！你这个不要逼我，这样我以为是什么楼梯啊？Thank you.
这里也是一个完美的拍照景点，这座桥。我们这里休息一下，拍个照。他们在拍照，我肚子饿了，来吃个饭。看了一块大面包。真的蛮推荐大家穿这个 One Boy 的两感衣，真的凉快，很舒服。刚才这边有一群在飞的蝴蝶，现在也有不晓得拍不拍得出来，因为天气很不好，一直飘毛毛雨，可能是下雨的关系，蝴蝶没有很多。大家可以趁天气好的时候来看一下蝴蝶会不会比较多，再跟我分享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过去，再下去。